是风和日丽啊。劳驾了。就是这样了。谢谢。怎么了？嘿嘿嘿。报告。敌军向我方领地进军了。请您附耳过来。轻而易举。准备战斗。
好吧。好了，让我教教你战斗的礼仪吧。有时间吗？我一定不辱我方威名。我明白了。出发吧。我明白了。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我明白了。教一下我的纪律吧。我明白了。圣机很快就会到来。小乔，吃我这招！挡住，圣机很快就会到来。哼，运气不佳呀。我明白了。天赐良计，上啊！我有一个好主意。出发吧。
来一决胜负吧！来，决一雌雄吧！吃我这招吧！你们无力还手，吃我这招吧！领略我的实力了吧？教一下我的纪律吧！我明白了。我明白了。速速受死吧！仔细品味我的计策吧。领教一下我的纪律吧。速速受死吧！失策。我明白了。仔细品味我的计策吧。出发吧。就给我闪开！大家跟我来！我明白了。
细品味我的计策吧。我明白了。我明白了。举杯庆祝吧。尽管放心吧。好吧。好了，让我教教你战斗的礼仪吧。有时间吗？我一定不如我方威名。
出发吧。来呀，颤抖吧。大家听我的指挥。可恶，是出发吧。回避，来一决胜负吧！看我的这一招！看我的这一招！吃我这一招！请你重新来过吧。现在正是关键时刻，惜命的话就给我闪开。休养下桥，吃我这招。听好了，现在便是坚持到底。迟到了。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是被打败了吗？是。惜命的话就给我闪开。迟到了。武汉的
迟到了。我来指导你一招吧。我收到了任务。迟到了。颤抖吧！